大家好，我是旭哥乌克兰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明朝，不是宋朝，不是清朝，是明朝。好，这名字真的取得还蛮好笑的。好，那旭哥今天来分享啊，这个 T0 最神的排行榜啊，哇，最强的神角官方认证，最强的必抽的，像是手抽啊、后期啊各种神角啊，直接做总排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还有这个史上最多组的礼包嘛，好几十组的序号一次总整理分享给大家，最爽的福利。好，那直接在开头就讲给大家好了，帮大家一下总整理。最强的神角 T0 的话呢，有英灵，然后纪言，还有维里奈，蛮意外的，还差一个男角啊。基本上，其他手游的 T0 应该都是女角的啊，这个是来乱的。好，有三个 T0， 英灵、纪言还有维里奈。那 T0.5 呢，也是蛮接近 T0， 也是非常好用的神角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有卡卡罗、卡卡洛特、悟空啊、卡卡洛特、卡卡罗，然后安可、羚羊还有剑心，一样，大多数都是女角啊。现在的手游都是这样啊，你假如这个排行榜有太多男角，旭哥都怀疑这个手游是不想混的。好，正常。对，这个都是算是蛮优秀的 T0.5 都是必抽的神角，这个最强排行榜。那接下来 T1， 旭哥讲到 T1 就好了，因为 T1 就差不多了，后面就不用再考虑了。T1 有漂泊者，还有这个智侠，基本上最强的神角排行榜都直接给大家了，必抽的。那还有后面有各种隐藏版的福利啊，最多的序号，还有像是什么神装、神角必拿，都在后面分享给大家最强福利，大家千万要仔细看完啦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 BAHA168， 接下来有这个WUTHERING， 然后 GIFT。接下来这个 WUTHERING， 然后2024，就跟前面那个蛮像的，就改掉后面这样。接下来是 YEZIMC， 可能大小写也有差，大家可能去试一下。接下来是 LANCATMC， 都是 MC 在后面。好 ，MC， 好。接下来 WINDSMC， 又是 MC。好，这个 CRAZYFACEMC 又 MC 都 MC， 接下来是 LLLMCGIFT， 接下来是 PTT777， 接下来是 HUALUN， 然后 MC， 不意外又是 MC。 好，接下来呢，在这个 Echo Starter Pack 它这边，在5月到6月啊，6月中的时候呢，可以到这个 Epic Games 这边，然后获取明朝的这个礼包码、兑换码，这个到信件就可以去领取。它的步骤是这样，一次总整理分享给大家这个最多的礼包码，隐藏版的序号总整理啦。那首先呢，2024最多礼包码像是有 SVIP777， 接下来是 SVIP222， 还有 VIP999。然后 VIP111， 旭哥觉得那个像是888、77666比较常见，也可以去试一下。像 SVIP666、SVIP8， 有时候可以测出一些隐藏版需要，这边都可以试一下。然后 VIP8888， 然后 SVIP333， 对啊，所以旭哥就说有时候可以去测试一下，是有机会获得的。还有这个 SVIP6666。那这些都是会有一些变化，比如说你多一个6甩个6，多一个8甩个8，有时候可以去测一下22啊、11啊，这样都可以测出来。好，这个就是隐藏版的序号。好，那这个明朝呢，它有隐藏版的福利活动，那旭哥抢先分享一下。那网址在上面，明朝会想到什么？明朝、清朝什么唐宋元明清啊，明朝。网址在上面 ，WUTHERINGWAVES， 然后横杠 ECHOES 点 KUROGAMES
然后横杠 global.com， 这个是他的这个网址。那你可以直接注册或是使用 Google 啊什么的来登录。好，那这边有讲一下，可以拿到五星的神角、五星生害新生，然后各种奖励。参与明朝生害召唤活动，提前获得五星的神角啊，各种福利新生，然后奖励。连结刚刚旭哥有讲嘛？那这个活动期间呢，是4月29号到6月6号，所以现在还来得及。那截图，然后在参加这活动之后呢，还可以拿到有机会抽这个300点点数，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拿到这个五星，福利还不错，而且看起来有妹子啊，五星金色生态啊，然后新生在这边。看有什么磐石守卫啊，然后什么咒轮药师这些角，这个不错的东西在这边。Cost 3，好，就是这个最新的活动，必拿这隐藏版的福利，旭哥帮大家特别找到了。那这边又有 QR code， 也可以直接扫，应该就可以直接点进去活动了。好，那明朝呢，它官方就提供了108抽，那加上一些额外的福利，应该就好几百抽啦，首抽。这个是官方提供的明朝，哦，108条好汉呐、啊，那不是宋朝吗？《水浒传》好，108好，明朝，这个是官方提供的，好几百抽的手抽，好，那可以免费拿84枚的这个幻身窝纹，然后14枚的金波纹，1800枚新身。再加上有自选五星的神武，自选四星神武，羁旅印章启程，还有四星共鸣者闪华、四星共鸣者渊武这些奖励，还有必定可以获得两个五星的共鸣者，这边都有。首先有自选神角在这边，自选新手自选，有剑心自选五星共鸣者卡卡罗。然后维里奈、营养还有安可、安可，这个哎，蛮多都是妹子，看起来都蛮可爱的。卡卡罗看起来是男角啦，反正妹子居多。新手换取有八折，而且十次换取呢，仅需八枚的幻身这个窝纹，而且50次必中。就是新手福利啦，就是给新手抽的。这个手抽，刷手抽就从这边开始刷这样。然后只要刷到五星就会关闭这样。那接下来就会有这个自选五星的活动，自选五星神角在这边，就是这五只：剑心、卡卡罗、维里奈、羚羊还有安可。好，那接下来在我们的信箱里面呢，可以拿到幻身窝纹20个，新身200个，然后。羁旅印章启程，高级共鸣触技10个，还有倍币80000。那在这个社群追踪里程奖励，还会有这个四星的武器夜归魂，这个都是必拿的这个福利，在信箱就可以拿到了。好，那还有额外的福利，像是幻身窝纹10个，符金窝纹10个，符金波纹，它这个都有很多额外在发放的。那七日签到呢？有幻身窝纹四个，然后符金波纹四个，再加上四星共鸣者，可以拿一个四星的神角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达到等级还可以拿到额外的 bonus 奖励，像是有幻身窝纹40个，那新身1600个，哇，五星神装哎，五星神装东湖烟波，哇，直接拿五星神装，还有这个。结晶龙记6个，那免费等级礼包一样可以拿到这个幻身窝纹10个，达到30级就可以解锁了。那最后还有这个幽禁奔停啊，完成了这个逆境深塔的稳定区挑战，就可以拿到四星的共鸣者渊武，所以有像是很多神装，那神角都可以免费拿，自选神角啊，各种
最强的手抽神角，所以福利还算送的蛮多的。那像是装备啊、转蛋券也都送蛮多的。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这边啦、啊，各种五星神角最新的福利，那隐藏版的礼包码、啊，各种最多的就是序号总整理嘛， 2024各种最新的。那独家都分享给大家，应该没有人像旭哥整理那么多啦，最新的礼包码各种福利。好，那今天攻略分享到这边，那大家可以开服就可以拿到这些所有的东西，也直接帮大家总整理。那记得这个共鸣觉醒啊，生态召唤记得去拿一下，这个是隐藏版的福利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集攻略见啦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。